Basel 對我個藝術生涯有咩影響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如果冇 Basel 可能我未必咁容易就入到個藝術圈咯。我諗咧，Basel 嚟咗香港之後咧，就吸引咗咧世界唔同各地做藝術嘅同行嚟咗香港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多咗好多唔單止係商業上嘅活動啦，亦都有好多係非商業嘅藝術活動嘅。咁喺呢啲活動入邊咧，即係都促進咗好多交流同埋即係 conversations 咁樣咯。